男女主持之间有多近。Hello， 潘老师，我接你去酒店吧。我们直接去会场吧，走。潘老师吗？哎，刘老师。大老远来成都，行李没放下来彩排啊？哦，我去过酒店了，没到时间。您怎么这么早啊？我就住这附近。那走吧，咱们随便彩排一下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。服务业女负责人，掌声有请。潘老师，彩排也差不多了，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啊，休息。休息好了，状态好点啊。那个公部门，我们在准备彩排一下吧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。小荣啊，大老远过来，一定要尝一尝我们四川的冒菜。等会儿还要主持呢，算了吧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倒上这个辣油啊，润肠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还有咖啡。哇，你太贴心了，谢谢谢谢。导演，我们可以开始最后一次彩排了。刘老师，一会儿开场怎么说呀？就照着上面说嘛啊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咱俩都别加词儿哈。放心，肯定不加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源，在这儿我以龙道主的身份